主料鸭杂200克，辅料芹菜、姜、蒜、青椒、油、盐、料酒2勺，红辣椒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材料：鸭杂切片，红辣椒切末，芹菜和青椒切条备用，放盐、料酒，抓匀。锅里油烧热，鸭杂下锅翻炒2分钟，再把芹菜和青椒放入锅中，继续翻炒至熟，香辣爆炒鸭杂就好了。烹饪技巧：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